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诚，大家好。讲师好。不学三道天师德，老虔诚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诚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39。护持如有一人这边吗？对哦，这个善解众语啊，待在大众之中，是知大众呢。热渴啊，手逼闲花生言，我欲饮水。我欲饮水。那么世人呢，这个即使以清冷水啊，水其这个种类。所言、是水，或言呢波尼，或言杰特，或言索里南，或言索里，或言波耶，或言甘露，或言牛奶。以如是等无量水名为大众说。所以我们在凡尘啊，每个地区啊，语言风俗习惯不同，用法也不同，所以啊，就有很多的名称。三难词如来喻耳，以一圣道，为之声闻，种种演说，从性根等至八圣道。那么如来呢，也是一样，用一善道，就是啊，这个道呢是一呀、只有一，可是啊，他呢啊。这个善花呢，就有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要达到啊这个一圣，到一圣的这个程度，一圣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众生的程度不同，讲的话呢也就不一样，啊，都是要引导众生啊脱离苦海，能够得到啊这个解脱。所以佛呢就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护持譬如金师，以一种金，随意造作啊种种璎珞，所谓的权、手环、串、钗，虽有如是差别不同，然不离金呐、金呐、可以做成种种的那个样子。让人们佩戴，可是啊，它的就是金，用金啊来做的。三难子如来喻耳，以一佛道啊，随之众生种种分别而为啊说之。这个如来也是一样，以佛道，这个啊佛道只有一啦、回到佛性本体啊，都是一样。可是啊，众生的根器，众生的程度啊，都不同，然后啊，就从不同的法门啊来说，或说一种所谓知佛一道无二，只有九一种的话呢，那个佛啊，那个道都是一样。复说呢，二种所谓啊定慧。从我们佛性、所产生的定、跟慧，那么这两个、可以分开，可以合在一起。定慧、就是佛性本体，可是、发挥的定、就是我们、在凡尘遇到事情、不会动摇。那慧、就是智慧、遇到事情会处理判断、就已经呢分开、它的内容。那么复说三种，为啊，见啊，慧智，我们的见解。所以啊，假如说道理啊越知道明白越宽广，那个见解啊就不一样。慧呢就是智慧，见慧啊跟智。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智慧啊合起来的话呢。
是佛性所生发。可是把它分开来说的话，慧是根本，是我们的根本智，然后那个智啊，是我们这个在凡尘后得智，就是啊经历的多，经一事啊长一智，然后那个智啊一直累积，分开呢就有这样的不同。可是可以回到那个智慧本体来说，就是啊我们的般若呢就是智慧。那么复说四种所谓见道、修道、无学道、佛道，所以啊这个四种就是我们呢要先见道，见到这个道。各位见到了没有？见到那个道是什么？对，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是道。所以要先见道，然后见到了以后啊才能够修道，知道啊我们佛性本体，才知道努力的方向。所以先见道，然后才修道。所以啊我们一进入修道，就是要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让它恢复本来，我们的佛性本体啊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所以啊我们呢就回到啊没有脾气，没有毛病，没有贪嗔痴。然后啊进入到无学道，这个无学啊就是已经没有法可以学，那既然已经没有法可以学啊，就没有法执。所以啊我们修道的时候啊，先破持啊我执，我执呢先破持掉，然后啊再来把我法执也破持掉，然后啊我执法执没有，就已经回归到我们那个本体的状态。所以那个啊无学就是啊已经无法可学。各位前贤，我们现在有没有法可以学？对啊，我们都还没有到达那个很理想的状态，所以还在呢这个有学的部分，还没有进入无学。到无学就是阿罗汉啦，阿罗汉他已经无学了，已经没有法可以学，他已经得到这个无生法忍。各位都得到无生法忍了没有？无生呢就是啊没有生，也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我们已经了解到佛性本体，就叫得到无生法忍。在无生法里面啊，那个人是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啊叫做忍。那我们呢用那个忍耐那个人的一种比较小的意思啦，真的比较大的意思啊它是安住不动。所以我们都要到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安住不动，这样呢才能够啊进入啊修道的轨道，才能够真的修道。所以都要要有这个程度，这个都不是这个光听一听知道就可以。大部分呢有一些啊真理是要了解透彻啦，可是了解了以后啊，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因为我们在凡尘啊很容易啊被社会现象引诱，然后我们心啊就会外化大概最大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啦，就是心就会外化被啊这个形象引诱，然后我们就住相，然后就起了烦恼然后在这个生活之中，因为有烦恼，我们的判断那个做法就不符合真理就已经造了业，
然后业已经形成了，我们就要受苦，哦，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凡尘哦，一定要哦明心见性，哦，这个是最基本。我们修道呢，最基本啊，就是明心见性。好，哦，啊，各位要了解，明心见性不是成佛啦，是开始修道。哦，因为我们修道啊，就是要修心修性。他说一定要心性啊，要先透彻。假如说我们心性啊不了解哦，不透彻，那我们修哦就不知道修什么内容。嘿，所以要一定要先哦明心哦，先心啊明。我们在生活之中用的心哦是啊生灭啊无常变化。认识的心我们也要认识，因为我们认识啊才不会住相，然后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一定也要认识，认识到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才可以修正成佛。假如说不生不灭的真心没有认识，那绝对没有办法成佛，所以一定要认识不生不灭的心。那我们在凡尘生灭的心也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那更要，那生灭呢是告诉我们在凡尘事来则应，我们一定会遇到事情，那怎么样来应对啊，那我们就该如何就如何，事情来了就要去应对，不逃避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事情会到来，表示说我们有噪音，现在是果报呈现，那我们一定要去应对，那应对的时候，按照真理，所以啊，我们在这个遇到事情来，大部分呢要抱着欢喜心，甘愿受，就不管它合不合理啦，我们一定要欢喜心，因为遇到不合理的现象，那可能也就是一种回报，以前不合理待人，现在不合理返回来对待我，那一定也要欢喜心去接受，那这样就已经可以了掉，把这个造的业就可以了了。可是假如说我们是在启发佛性出来当家，而不给六尘，我们六根呢面对六尘那一种产生的那个心念来当家，我们六根当家的时间太久，已经很习惯，那现在我们启发佛性出来当家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会感到反扑啊，就是会被六根反扑，六根不听话，因为六根当家太久，现在要呢佛性当家的话，六根呢他不服气呀。那这一个时候各位先贤，跟我们业力现前遇到事情，我们要欢喜心甘愿受不一样这个六根的反扑啊。我们这个时候的应对各位要了解到，你了解到那个是六根反扑，那怎么样去分辨呢？外来的叫做业力现前，内出的叫做六根反扑，这样会分别吗？是因内心出来内心出来的那个判反判，那个是六根反扑的啊，外面来外面来这个事啊是我们业力现前我们造的业啊现在果报已经成熟来了啊，所以啊是外面来的，我们欢喜心甘愿受是里面发挥出来的，不要理他，因为他当家久了，你现在把他的钱病把他剥削把他拿掉，他会不甘愿的啊，这个时候啊你要坚持，你用佛性当家佛性就是言外啦我们那个六根啊就是卑女跟奴才只要你坚持
用佛性来当家，这个呢，我们的六根啊，卑弥跟奴才，他会知道自己的身份啊，我不是主人，我不能当家，他就会退位了。这样了解吗？因为或许是看啊，我们听是听都没有要启发我们佛性出来当家了。后来都六根做故啊，好一折了，都这样。何惜你？那我们修道一定呢要请佛性当家，用六根当家的话，修不成。那个道啊，修不成。那你佛性当家的话，佛性啊，它是从理呀、这个生花，那一切都是复合于理，这个道就成了。那假如说我们六根，六根是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六识的心呐、变化无常，我们不能用那个啦，用那个我们的道啊，摇摆不定，那个定慧啊就没有了，摇摆不定。所以一定的我们要了解到，请佛性当家很重要。我们生活之中啊，各位前贤，你请六根当家跟请佛性当家，你比较一下，拢赶快的过日啦，一样过生活，可是啊，它的结果，你六根当家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你佛性当家的结果就是回我们绝对的无极里天，差别大不大？很大。所以我们既然有心修道，就要想成道成佛。那要怎么样成道成佛？不困难，只要佛性当家。各位就是要了解，虽然刚开始有一点困难，那个佛性都指挥啊，不动我们身体啦。可是只要你坚持，一定要佛性当家，这样就解脱了。所有的苦因啊，我们都不造，苦果自然没有。那假如说我们六根当家，我们六根真的是很厉害，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鼻子喜欢闻啊，有没有好事啊？有啦，很少，坏事多了。尤其啊，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那个那个身体超级胖的，那个就是鼻根当家了，他鼻子闻到那个炸鸡排啊，还无食较惨的什么的拢无法度讲，好啦，买来食，食来享受，这一个享受啊就不得了了。他整个身体啊就胖的那个坐车啊，一个座位大概都固定那么大，看他的身体要挤进去啊，很困难。谁造成的？鼻根啊，鼻根造成的。你不要闻闻不要闻到那个气味就好了，不想爱吃就好了。因为我们要了解那个国外都把整货柜的那个鸡排就运过来，他为了要使那个长得快用那个生长激素让那个鸡汁生长得很快，结果我们买来吃了以后，它那个生长激素还在鸡块里面，然后我们吃进我们肚子啊，在我们的体内促成生长，咱安尼就好啊啦，安尼好看好看。你那个给一个人分好不好？心脏负担很大一直促成你生长生长，超越了啦。咱咧看到啊，安尼多水啦，
哦，你安尼看多水啊，吼，安尼五六十斤哦，多啊好。你若安尼好，百几百斤、百外斤，有水无？迄个较水就变歹去啊！哦，迄袂水啊！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健康就是美。哦，你健康的是最美。哎呀，我们追求健康哦，不要哦被那个鼻根害死了。哦，所以啊，我们要学修道啊，要学着哈、哦、清淡，吃得很清淡，就没有毛病了。哦，毛病都没有了，这样呢，我们身体健康，修道就好修了。哦，越简单的生活啊，哦，越接近了、啊、修道的轨道。哦，那假如说我们吃的哦太美好了，还没顾了，哦，那个啊都不好。不会久，等到我们哦环境一改变了，没有那个很精致的食物可以吃的话，好吃不了，毛病就来了，哦，所以啊，这个平平淡淡，哦，是最符合真理，那个才是道了，因为我们有身体呀、啊，还要在凡尘生活，所以啊，身体也要照顾了，照顾着它。健健康康，哦，这样呢最符合修道，然后啊，我们努力呀、啊，哦，这个把凡尘的一切呀、啊，都还清了，不欠了、啊，哦，还顶拢不爱欠，哦，已经都不欠了、啊，凡尘恢复呢到我们哦原来，哦无极理天的状态，都是绝对体，回到绝对体了啊。哦，都没有苦了，没有苦好不好？好。哦，这个向不向往？向。哎，我们凡尘哦，这个乐跟苦都相对了。啊，我们一到佛性以后啊，哦，那个乐啊是一个绝对的，哦，没有苦啊，哦，相对。哎，所以我们要追求，哦，常乐我见。哎呀、啊，所以真正的到。哦，无学道，无法可学啊！就是已经得到无生法忍，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已经得到了。不但得到，而且安住，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那个叫无生法忍，就是圆回啦。哦，各位圆回认识吗？认识。哦，你看一样的哦。留一个好的榜样啊，给我们学。他，你看哦，肌肉像自在那个违章建筑啦，然后单食嫖饮，哦，生活有够苦的啦，人不堪其忧，大家都没办法生活，悔不改其乐，他很快乐。那我们去探讨他那个快乐，不是装给我们看的，不是装出来的。是他内心真的快乐，那怎么快乐呢？哦，有记载，得一善，前前福音，终身福施，就是这样。他就是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就是无生法忍。哎呀、啊，所以他得到无生法忍了。哦，他就想，较早死嘛死，较晚死嘛死，啊，都拢死啊。所以他32岁就过世了，夭寿了，哦，就夭寿了。32岁拢无爱，佫加老一寡呢吼。32岁的贵姓，不过他就是留给我们了，哦，有一个好的榜样，哦，你就是不管生活的哦好不好，哦，你就是一定要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然后你都不动摇、哦、不管人家怎么诱惑、哦、都不动摇你的决定、哦啊、早死也是死啦，晚死也是死、啊、或者要想到老天跟我讲，哎呦，你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你把天火焰看好就好了、哦、我最记得我竟然到处跑没有把天眼火焰看好，不过还是好了，跟各位结缘，
我那个天父眼看后，你拢无爱去，我嘛甲恁结缘袂到。现在啊，我到处讲的话呢，就跟大家都结缘。那反而是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凡尘，就是要活得很有价值。你修道啊，自己明心见性，又鼓励啊，亲朋好友也研究啊，明心见性，这样呢，成道啊，成佛都有希望，都可以到达。这个是最实在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大家都会知道了。尤其我报纸又看了一个老人家讲，他说咱来出世无半项，回去双手嘛空空，咱来世间敢若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多只看到你啊！我想讲这个讲了未歹，甲学起来。他很切实啦，因为他感叹经过的事情很多啦。伊就安尼，我那生一个后生，安尼真好，安尼真精进啦。结果啊因后生在咧教册熟悉一个老师，结果就甲老师恋爱，说咧去要结婚啦提杯伊来对，一个对的因老爸甲反对啦，安尼讲袂使，这安尼娶来这个安尼毛病一大堆啦，都安尼坚持无伊结婚啦，因这个后生真友好，我请听话。就申请调离开伊原来咧家学校，伊讲好无点样见情思情啊，很难过生活，然后调到别的地方去。他的女朋友又用情很深呐、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呀、他就跟着也调到他那个地方去呀、然后又恋爱五年，一直沟通请他父亲让他们结婚。他父亲那里吃了铁气腿呀、不答应。结果女孩子在经过一年就去嫁人了。然后那个男孩子用情很深呐、他就整天都没有笑容，一直很努力的过生活，过一年。所以我们人你看这个情还真害人呢。伊那卖用情遐深就袂死呀都用了伤深，死翘翘。他父亲等到他儿子死了就后悔，关你八离婆啊，无好，都到顶就好了。所以啊，就讲，咱来出世无半项，回去双手嘛空空，咱的世间敢那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感受很深呐、所以凡世间呐、一切都虚幻呐、不实在，拢假。不过我们想一想，凡世间的情啊，我们说它是假的嘛，用生死来相许嘞，怎么是假？为他生为他死都愿意，可是啊，或者都讲，那个是建筑在世心上面。只要时过境迁，时代转换，我们整个情也都变换了，也都会不一样了。所以啊，你看男的跟女的，我就想那个女的嫁人生了两个孩子，跟她先生一起都在公园散步，平不平等？以我们看的话，男的有伊安尼吼，死得无要紧；啊，查某的无啊，心无白，爱了无价值，有价值无？有无？所以啊，我们都要求嘛，你既然付出那么多，得到就是那么多，你才会平衡。你付出很多，你得到很少。你就失落了，所以或者一看啊，
无彩你爱爱甲维系都无要紧，结果人都无安尼，假啦，还变假，有没有多余的？有。那若过一届讲唔嘛啦，我唔安尼，假都你去假，我过来娶别人。所以你看，完成变化无常，哦，拢在变啦。不过要去找一个哈、哦、这么专情的哈、哦，真的是很难找。哦，完成了、啊，很难遇到了、啊。不过或许不是鼓励嘿，或许是鼓励修道成佛。哦，不鼓励啊，我们用在那一种哦男女之间感情呐、啊，哎，所以啊，凡世间的情呐、啊，那个礼拜四在行事佛堂就有一个哦浅显的，他就讲物哦问世间情为何物，秽物。我听到说哦，这个最好，秽物。那个当下哈、哦，那个回答哈、哦，真的嗯，秽物，不会被那个哈、哦、影响，嘿，所以啊，我们呢了解说。我们呢一定要得到啊无生法忍，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我们得到了，哦，我们已经切实掌握了，哦，所以佛陀都一直鼓励了哦，只要你万念都放下，你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不是没有念的，而是哦很灵敏的知觉性。那一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那一个啊，你那一个不能去变化它，因为它没有形象啊，也不会抗议，它不会增前变啊，什么都没有啊，你说哦，那就是这样啦，这样又住相了，它又不见了啦啊，就是很灵敏我们啊很难哦，真的去拥抱着它。可是你可以体会，这个叫做领悟了悟哦。你悟到这个状态，你就已经呢哦，知道整个不生不灭的轮廓哦，那个轮廓都已经出来了。你要培养，要让它茁壮长大。那或许鼓励啊，假如说有老道亲有听或许讲耳根连通，那或许鼓励啊，做在这个时候啊，做耳根连通，因为你做耳根连通的时候啊，因为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要使整个佛性跟虚空融会啊，时间要很长，哦，可是我们就怕哦，没有耐心呐、啊。那假如说在你已经把、哦、不生不灭佛性的轮廓呈现，你来做我跟连通，这个时候啊，你就很快会把你的佛性、啊、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都是佛性、哦、就会很快、哎、可是假如说你没有、哦、了解到耳根连通啊，或许就不鼓励了，因为你也做到人不傻傻，结果后来哦，万年放下嘛，无去啊，跟我跟连通嘛，无哦，做个成就，嘿，下相头无尽哦，嘿，所以啊，哦，万年放下习惯呢，哦，就做万年放下啊，让你哦久一点，哦，时间呢、啊、久一点，它一样可以把佛性呢，哦，哎，冲晒整个宇宙虚空，虽然久一点，可是一样可以到达。哎啊、以我们、哦、生活的形态来说、哦、最怕呢我们心不笃定，心不笃定、啊哦、功效就 呈现不出来、啊、你心很笃定了、哦、你做的功效很快就呈现、哦啊、最主要、啊哦、到达已经佛性本体了、哦、看看你要怎么样来努力、啊哦、使它茁壮长大、哦、这个是最重要啊，他能够茁壮长大了以后啊，哦，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凡尘啊有哦非常多啊，在哦推广那个神通了、
可是要知道、哦、我们佛性本身就具备，它就具备、啊哦、这个神通，五眼六通都有，只是我们、哦、在凡尘努力的方向、哦、已经呢偏了，不偏在、哦、我们佛性本体，所以这一些五眼六通啊才没有很灵敏的呈现。我们都是要赚钱啊，赚钱摆在第一啊，对不对？对这个很有勇气啊，对，要赚钱啊才能生活啊、哦、啊，把生活啊摆在第一位。跟我们以往、哦、修道人呢、哦、那个真的是、哦、踏破铁鞋哦，要谎道，跟我们现在呢，真的想象哦不出来。那因为或许时常看哦那个《景德传灯录》跟那个《五灯会演》，里面都是记载修道人的哦这个过程，修道人的一切啦。那他所追求的哎就是道哦，他那个一心谎道，一心追求道。真的哦，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咱今嘛拢啊，探钱摆在第一位啦。啊，要修道哦，俭咧就好。啊，今嘛你若甲较少年的讲哦，讲啊，我较老再来，较老会富啊未？会啦，卖富啦。较无亏咱的啊，赶快会富啦，哦。只要我们有心追求了，都可以追求得到。哦，啊，假如说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就努力追求。哦，生活是一定要了。可是我们修道了，也不是说哦就没得生活了，也不会啊。哦，也一样有的吃，有的穿啊。哦，一样有住的地方啊。那、啊、这样就好了。哎。爱知影讲死了江山换别人，嘿，迄拢吼唔免计较，吼、哦、那个都没用的，凡尘一切的追求啊，很多都是吼、哦，哎，不关紧要。我们最重要啊，哎，就是自己呀、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要把这个吼、哦、修正，哦，让它都呢主宰我们整个生活。那我们吼、哦、这个身体。哦、还给天地了、哦、没关系、哦、佛性跟身体、啊、已经不相关。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哦、佛性本体没有启发、哦、那就很有关系了、哦、凡尘所造的善恶、啊、都进入、啊哎、我们的业，然后业把我们推，又推到凡尘，又来现象、哦、行善多福报大啊，做无好啊，无歹哦，普通嘿，啊那做坏事哦，必三恶道，第一六道轮回来得啦。啊，听好，咱啊入去轮回哦，袂记哩啊啦。哦，哎呦，我咧研究生理心法呢，啊，我嘛明心见性哦，哦啊，我见性来为六道来。哦，还表示说哦，听的哦跟做的哦，还有一段距离啦。还没有真的进入啊，把我们那个佛性啊启发在生活之中运用。你启发在生活之中运用了，已经啊整个生活都是佛性本体。各位浅显，这样成不成佛？成，绝对成了啦，你在生活之中都是真理了，跟佛都一样了，怎么会不成？绝对成了。所以我们要在生的时候啊，就已经成就了。佛是生吼得成的，不是死才成的啦。假如说吼死才会成佛，咱坐咧等死就好啊。等下死就成佛啦，有没有这样？无这条道理啦。所以一定的要我们在生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自己已经就是佛了。那要不要做看我们啦，看咱爱做佛啦无爱。嘿，你若爱做佛，你所有想的所有做的拢甲佛同款，绝对就是佛啦。哦，免听候以后啦，起码人若看到就甲你叫，哎呦菩萨啦，哎呦来佛祖啊。
有无？有没有？都没有啊！安尼表示咱做了个真差啦。嘿，咱若拢做甲有够吼，互人感动，人就会讲哦，你这菩萨哦，你这老佛祖。嘿，像以往我们在那个北部啊，带到青来南部开法会。以前啊，北部没有大地方啊，都到南部的庙里面来。然后啊，好多户拢嘛伫咧厨房吼，咧献血啦吼，切菜、剪菜、煮饭啦，拢遐老菩萨，阮拢叫老菩萨，啊，足神的啦。伊讲吼，食甲只老，唔捌看到讲迄死去的软骨骨啦。你甲我讲多假吼，迄我拢无爱听啦。伊都先看到软骨骨的食的啦。所以啊，南部吼足单纯。就真的你求到啊，能够啊，生暖如棉，就是他看到啊，所以说讲我都未向啦，你下人来去讲啦，啊，我来做，我也向做吼，我来做啦，啊，所以你就看到哦，很多都来真心的付出啊，真的就是那样，所以我们看到哦，都称为老菩萨，自然而然啊，都这样叫啦，老菩萨。那都唔要红叫，是还无够老。所以啊，佛跟我们讲，所以呢，这个复说有四种，那一种法，无学道啊，就是第三个。就是呢，我们已经呢得到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无生法忍，然后再接着呢就是佛道，佛道呢它比较呢宽广说的比较高，那么复说五种，所谓信行道、法行道、信解脱道、见道道。身正道，五种。这个信行道啊，我们呢这个修道，第一个信啊是最重要，相信哦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啊去行，信行道，然后法，怎么样的方法，可以啊帮助到众生，帮助到自己。法行道，然后信解脱道，要解脱呢就是不要造业，不造业啊就解脱了，所以啊相信因果，那个相信啊解脱道，然后见到道，已经呢能够见到这个道，已经可以啊看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身呢正道，身体啊，实际的来做，然后证悟到这个道，这个五种，然后复说六种，所谓的虚头凡道、狮头寒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辟支佛道、佛道，有六种。这个虚头凡就是断掉见惑。我们见解上的迷惑啊，都已经断了，叫做虚头环。然后狮头寒呢，是已经见惑断了，然后狮后断了一点点，那个呢是第二个果位。那阿那含呢，又这个断的更多的见惑，狮后。思想上的迷惑呢，它有分三界啦，它那个欲界啊，断掉啊，这个六品的话，是狮头寒，那欲界的狮后断尽了，叫阿那含，那阿那含道啊，已经不来这个受生了，那阿罗汉呐、啊，就是得到无生法忍，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阿罗汉呢，大部分我们就讲说独善其身呐、啊，他不兼善天下，家里好就好了，那个叫阿罗汉然后辟支佛呢，就是修十二因缘
哦、修成、哦、这个道的呢叫必知佛道、哦、那最后一个、啊哦、就是佛道、哦、也是一样的、哦、最高的。那么复说七种、哦、所谓、啊、念觉分、折法觉分、精进、啊、觉分、哦、许觉分、持觉分、定觉分跟舍觉分、哦、这个呢、啊、七哦、我们了解说七劫分、啊、那或许以前呢在这个啊背的时候啊、哦、这个折进喜三个哦哦折进喜这个是持哦时以啊哎我们的哦慧，然后啊哦持定舍是时以定哦、然后用念、啊、来把它调节，要使那个定跟慧、啊、平等、哦、不要呢是个偏、啊哦、这个慧多的、哦、我们会轻狂，定多的我们会昏沉、哦啊、要使这个定跟慧、啊、平均，定慧均等，知道意思吗？那个定较济咧吼，迄人拢全吼，较昏昏沉沉啦，想过头定，哇，定家拢全，你得爱手去伊头前较一一咧，看伊还够地够无？啊，哪一款火伤济吼，哦，轻狂啦，轻狂听有无？轻狂啊！就是做代志拢安尼真轻浮啦吼，啊真无稳定安尼啦，安尼知无？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唔捌听哦？有没有？哎、啊，轻狂就是火较济啦，吼、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七劫分哦，哎、欸，就是啊，哦，也是一样要修进佛道的哦一些方法。哦，蛮好记啦，静则喜，哦，念定舍，然后用哦那个念来调节，安定舍，哦，那复说八种，哦，八种呢就是八正道，所谓的正见，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八正道啊，最重要就是正见，哦，正确的见解。我们因为都是众生之见、啊、所以才成不了佛。那假如说我们的之见是正确、啊哦、那就呢 没问题了、哦、所以那个、哦、正见、哦、各位都有没有正见？都有。怎么样才叫正见？我们、哦、不起心动念，都没有念头啊，全部念头都放下，叫做正见。假如说我们有起心动念，那个见都叫邪见啦。啊，你知无？咱拢无念头啊，吼，还有这正见，因为是从佛性出来，那个叫正见，正确的见解。所以正见也叫做佛知佛见，佛知佛见呐、啊，叫做正见，然后从正见、啊哦、产生的正思维、哦、我们呢凡尘的思虑、啊哎、那个都是、哦、不正确的。然后我们在八正道的正思维、啊哎、就是在、哦、那个、啊、正确的道理里面、啊哦、去思索、哦、然后正语讲出来的话跟真理都呢、哦、相、啊、互合的、哦、正语，然后正念、哦、正确的念头、哦、没有起心动念。然后正业，那个业、啊、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啦，身口意、哦哎、都没有偏的，叫正业。然后正命、哎、就是正当的职业啦、哦、我们、这个去吃头路，那头路都、哦、正确的、哦、都没有、啊、歪歌的。那么正精进、哦、精进、啊、是属于、啊哦、往
佛道方面啊去进行的、哦、叫正精进，然后呢、哦、这个正面应该是、哦、正定、啊、对，那个八正道里面、啊、最后一个、啊哦、是正定，这个正面前面就有了。那复说九种、哦、为、啊、八圣道以及信、哦、八正道啊再加一个信、啊哦、就是九种。那么复说十种、哦、所谓的实力、哦、这个实力、啊哎、有那个菩萨跟佛的不同。那我们来看看二十七页他、哦、有解说、哦、如来实力有没有哦、那个知劫除灰除的智力、哦、知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力，知知禅、哦、知禅解脱三昧的智力、哦、知道众生知根生类的智力、哦、知道众生种种知劫的智力，知道众生种种境界不同的智力、哦、知道一切自所道，就是你到和什么地方去了、哦、那个自守道、哦、见众生生死及善恶、哦、第八个第九个知众生的宿命、哦、第十个、哦、知道永断习气的智力、哦、这个是如来的实力。然后我们呢用简单、哦、要记、啊哦、简略的文字，第一个呢就讲因果、哦、第二个讲业，第三个讲定、哦、第四个讲根，第五个讲欲，第六个讲戒、哦、第七个自处，第八个天眼、哦、第九个宿命、哦、第十个呢落尽，这个落尽、啊哦、就是烦恼都没有了、哦、那个最困难的落尽通了以后、哦、大概、啊哎、就是已经成佛了。那菩萨的实力、哦、跟如来就不一样、哦、菩萨的实力、啊、第一个呢发一切自心坚固、哦、就是我们要呢这个自心、啊哦、用智慧的心、啊哦、要有坚固智慧的心。第二个呢不舍众生大慈、啊哎、就是众生、啊哦、很可怜在苦海里面，我们不舍众生哦、要有大慈悲心。第三个呢具足、啊、大悲、就是要呢、哦、拔众生的苦、啊哦、把那个苦、啊这个、拔掉。第四个信一切佛法、哦、精进、哦、第五个施行禅定，第六个除两边的智慧、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两边、啊、对待、哦、那个两边的智慧啊哎、我们要来呈现、哦、第七个成熟众生，要让众生、啊、都能够成熟了、哦、不要呢在苦海里面沉溺、哦、耽误、啊哦、都喜欢在苦海。第八个观法实相、哦、就是观所有的万法、哦、都进入、啊、他的实相、哦、第九个、哦、入三解脱门，就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哦、无作解脱门。第十个呢无碍智、这个呢就是实力、哦、有如来实力呢跟菩萨实力。那么复说十一种所谓、啊、实力大慈、哦、实力、啊、再增加一个大慈、哦、复说十二种所谓实力大慈大悲、哦、加两个慈悲。复说十三种所谓实力大慈大悲、啊、念佛三昧、哦、又加一个念佛三昧、哦、念佛的正定、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念佛正定、啊、在佛法里面、啊、它的位置、啊、也蛮重要。复说十六种哦、所谓实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及佛所得三正念处、哦、这个三正念处、啊
我们一般呢都没有用了哦。三十二页右边哦，有解说，我们看看哦。我们比较少接近呐、啊，哎，这个哦，哦，在三十二页的左边三念处，各位有没有翻到？好、哦，三念处啊，后名三念住，就是第一个众生信佛，佛亦不生喜心，常安住于啊正念正智。第二个众生不信佛，佛亦不生忧恼，常安住于正念正智。第三个同时有一类啊相信，有一类呢不相信，那么佛都知道。也不生欢喜或、哦、产生忧戚，常安住于、啊、正面正智、哦、所以佛之大悲啊，摄化众生常住于此三种之念、哎、所以这个、哦、我们比较少、哦、念、啊、这个少去研究三念处、哦、所以特别、啊、又把它呢解说。那么复说二十道，所谓实力啊，是无所谓哦。这个是无所谓一样哦，有那个佛的是无所谓，跟呢哦菩萨的是无所谓哦，这个一样的，在三十二页，哎，我们又看一看哦，要了解一下哦。哎，就在三念处的那个上面。哦，是无所谓啊，分佛和菩萨两种。哦，佛的啊，是无所谓。第一个，佛一切智啊，无所谓。哦，狮子佛无不心。所以哈、哦，各位浅显，这个哈、哦，一切智啊，无所谓哈、哦。敢讲这句话的人对不？他就是哈、哦，能够回答你所有问题啦。你甲伊讲吼，我伫个九万年前吼，出世伫个倒位啊？啊，生活吼，诶，虾米款状态？啊，活到几岁？啊，生几个囡仔？伊拢甲你讲。然后啊，你跟他吼问，我伫个九万年后吼，我伫个倒位啊？伊佫甲你讲，这个才叫一切智啊，无所谓。我们敢不敢说？卖讲九九万年呀，九九年前吼、哦，咱都唔知呀，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敢讲。啊，所以你看佛修到那个程度了，哦，不管是哦以前以后，不管是什么状态，你问他都可以给你答案，而且都吼、哦、不乱讲的。这个才叫、哦、不容易啦，所以那个一切智无所谓啊、哦、或者一看到那个内容啊、哦、快要晕倒了，真的快要晕倒了、哦、竟然有那个智慧。然后第二个、哦、落尽、啊、无所谓、哦、断尽一切烦恼、哦、那个、啊、落尽、哎、落就是烦恼啦、啊、已经都没有烦恼了啊，各位浅显，我们有没有烦恼？有。哎，这个烦恼一大堆哈、哦，哎，还蛮多的。然后第三个说障道啊，无所谓哦，障害呢，佛道之法。那因为有很多哈、哦，这个大法师啊，他为了要人家供养，他都不敢说了，所以啊，他就哦。不能有那个狮子佛无畏说，嘿，啊，你到达哦，哎，说障道无所谓啊，那个要到佛的程度啊，哦，他才可能哦，哎，这样做。那么第四个，说尽苦道啊，无所谓哦，就是啊，我们在受苦的那个苦道，我们人生的苦道哦，都不算啊，那个。无间地狱的苦道啊，那个才叫苦啦。可是啊，哎，那都卖听，那来听给昏你。哎呀，不要说无间地狱啦，
跟那一款哦，恶鬼道的好啊，恶鬼道的苦讲我难听，哎呦，安尼哦，跟那听到的哦，就已经呢会受不了了。那么菩萨的哈、哦、是无所谓哦，第一个呢，总持不忘，总持哈、哦、就是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了，咒我们诵咒那个咒。哦，咒叫做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叫做总持。哦，啊，总持不忘，说法无畏。第二个呢，尽知法要。哦，所有的法门啊，修持的法门呢，他都知道，以及啊，众生根哦，信义之心呐、啊，说法无畏。哦，众生的根器呀、啊。要讲给众生听，要知道众生的根器、哦、以及、啊、众生想追求的方向、哦、那个菩萨呢都能够说。第三个善能问答，说法无畏、哦、就是、啊、有什么问题、啊、你问了他都能够回答、哦、第四个能断物疑、啊哦、说法无畏、哦、我们对物的怀疑啊，哎，这个问菩萨呢，菩萨就能够断了、啊、我们众生的怀疑。哎，这个呢就是啊，哦，那个事无所谓。那么大慈大悲，好、哦、念佛三昧啊，三正念处，三能持四道一体呀、啊。哦，这个道呢只有一呀、啊，如来昔日呢为众生故啊，种种分别。哦、就讲了很多的、哦、不同的内容、哦、譬如一佛、哦、因所难故、啊、得种种名、哦、这个佛它呢燃烧、啊哦、因为燃烧所以得到很多的名、哦、所谓的木火你用木、啊、来烧的话叫木火用草、啊、来烧的话叫草火用糠啊哦、米糠来烧呢叫糠火、哦、用牛粪马粪、啊、来烧的话呢叫牛马粪火、哎、那个、啊、名称就不同它火、啊、是一项而已啦、哦、火都会倒会共烧、啊、只有一个用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有瓦斯火这以前没有啦现在才有、哦善男子佛道育耳一而无二、啊哦、这佛道跟他一年、啊、没有两个啦、哦、为众生故、啊、种种分别、哦、为了众生呢我们讲出来、啊哦、就不一样、哦、譬如一世、哦、分别说六、哎、这个一世、啊、认识的事、哦、跟他一世年我们现在说六根就分别说六、哦若至于眼则名眼视、哦、耳耳视、啊、鼻鼻视、哦、我们舌头舌视、哦、然后身体身视意念意识、哦、对吧意识要的功课这么多对吧、哦、所以、啊、你看我们研究了以后就了解说我、哦、原来有这么多如是善男子道义如是一而无二如来为化之众生故、啊、种种分别、哦、如来为了要教化众生呢说出来内容、啊、就不一样有八万四千法门譬如一色、哦、眼所见者、啊、则名为色耳所闻者、啊、则名为声鼻所嗅者、啊、则名为香舌所尝者、啊、则名为味身所觉者啊，则名为触，哦，刚才一色哦，一个哦形象，哎，眼睛所看的，耳朵所闻的，哦，鼻子所嗅的，哦，舌头所尝的，身体所觉的，哎，都呢不同的名称。三能持哦，道呢亦如是，一而无二，哦，道都是哦一个。他没有两个如来为欲、啊、化众生故、啊、种种分别、哦、如来为了要教化众生呢讲出来内容不同
以是义故啊，以八圣道分之道圣地，就有这么多内容。善男子是四圣地啊，知佛是真，次第说之，以是因缘无量众生呢，得度啊生死，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啊，知佛是真呢，次第啊来讲，一个一个按照啊这个秩序来讲，这样的因缘，很多的众生啊，就可以得度生死，就度脱了。迦摄白佛言。习佛一时在恒河畔，施所林中啊，尔时如来其小事业啊，告知比丘，我今手中所周的业多，一切因地啊，草木业多，这个佛呢，那个时候啊，就起这个小事业，然后就问啊，知比丘。我所拿的啊，这个事业多呢，还是底下土卡落落来这个树叶啊较济？那知比丘就回答：一切因地草木业多啦，不可称计。你手提几叶啊呢啊？迄落伫土卡，几土卡嘞啦？算未完呢？如来所作少不止也。知道意思吗？你看呢？写入经文就感觉足济对无？其实咱讲出来有够白话无？有没有很白话？有够白话的啦，所以不要怕经典，怕我们不了解啦，经典讲的、佛讲的都很这个普通白话，让我们能够了解。知比丘，我所觉了一切之法，如因大地啊，生草木等，为之众生所宣者，所宣说者，如所中也。所以佛他就讲说，我能够这个证悟的，能够知道的，能够觉的，所有的知法就是万法，就好像啊，大地的这一些草木啦，非常多，然后能够呢为众生讲出来的好像我手中拿的事业一点点啦，这样了解吗？没有讲的非常多啦，讲出来才一点点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领悟的也是一样啦，领悟的只有一点点。还没有领悟的有一大片啦，安尼知无？可是啊，一大片呢，都从这么一点点延伸啦，你一点点个延伸的一大片啦，愈领悟的愈济啦，所以叫无底深坑啦。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你越研究它就越深啦，你不研究的话，无啊，都安尼尔。没什么啊，可是你研究你就会了解说原来有这么深，有这么多的道理，都呢不知道。尔时世尊尔时啊说如是言，如来所了无量之法，若入四地啊，则为已说，若不入则啊，应有五地。这个迦摄他画一个框框啦，要有那个释迦牟尼佛里面，讲这个已经有讲说的无量之法，已经进入四地，这个四地已经说的，若不入啊，应有五地啦，一个五嘞，所以这个迦摄啊，就这样说。那么佛赞迦摄。佛各改赞叹，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问啊，则能利益啊，安稳快乐无量的众生。所以这个佛还是鼓励啦，鼓励啊问，说你问了啊，就能够利益啊，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
善男子，如是之法悉已设在啊哦四圣地中，哦，不是一个五地哦，那个天后要入去啦，不是啦，拢伫个哦四圣地苦集灭道。那么迦叶呢？复白佛言：如是等法落在四地，哦，如来何故啊？哦，畅言不收，哦。讲卡输啊，那拢伫个四地，那如来为什么不讲出来呢？哦，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虽复入中啊，犹不明说。何以故啊？知四地者啊，有两种智。哦，所以佛又把它化为出来，知道四地呢有两种智啊，一则中，二则上。哦啊，中则声闻缘觉的智慧，哦啊，上则知佛菩萨的智慧，哎啊，今嘛吼对号入座了，看你要入去声闻缘觉啊，要入去知佛菩萨，各位请问要入哪个？要入哪个位阶？所以我们都会选择啊，吼啊，较管呢。哦，知佛菩萨那么知、哦、知因苦啊名为中智、哦、就知道呢这个知因、哦、就是啊五因、哦、那个啊知因、哦、是苦的话、哦、名呢叫做中智，然后能够分别啊知因有无量的相、哦、稀释之苦哦，非知声闻眼界所知啊，是名上智。所以佛一讲出来了，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真的还是有哦。咱敢来怎样靠你啊？迄、那个中智啦，啊，你有办法分别知音哦？知音呢有无量的形象哦，那么稀释之苦，全部啊都是苦。啊，这样的状态啊，不是声闻缘觉啊，他所能够知道的，哎，是佛菩萨哦，知佛菩萨，所以啊，这个就是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啊，哦，我以彼经啊，哦，见不收之，哦，这一种这个义理呀、啊，哎，我在经典里面啊，哦，就不讲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众生还是有程度啊根基的差别，那佛要讲要适合啦，适合根基程度啊听得懂可以做，这样才说啦。啊，你听不懂哦，说出来没用，所以佛就说那个内容说啊讲出来呢。哦，我们呢，这个声闻缘觉的智慧啊，没办法了解，所以他就不讲，哦，不说了。善男子，知之路者啊，哦，名之为门，哦，一名为苦啊，是名中智，哦，这个之路，哦，所有哦一切啊，哦，你要进入了，那个也叫做门，也叫做苦啊，那个呢是中智。那么分别之路啊，有无量相，哦，稀释之苦，非知声闻缘觉啊所知，哦，是名上智，所以啊，能够分别哦那个之路，有无量的形象，哦，那所有啊这个形象啊，全部都是苦，那么这一些啊，哦，就不是呢声闻缘觉啊所能够知道的，哦。像我们众生啊，各位前贤，我们知道三恶道苦吗？知不知道？知道啊。怎么样一个苦法？阿鲁就赶快赶快扣。那个就没有办法分别之相了、啊。哦，大概我们可以了解啊，哦、那个看得见的啊，畜生道。哦，畜生道我们又比较亲近的哈、哦、宠物了。我们看到宠物啊、哦、看到很多的宠物都被人类疼爱着了。
他苦不苦？苦不苦？他有办法修道成佛吗？没办法。嘿，所以哦，虽然他是被人类宠爱，可是啊，落入了畜生道啊，他就本身已经是苦了。哦，他已经啊，跟我们人就不同。哦，那个苦的程度啊，哦，不一样。哎，他已经哦，已经等而下之了啦。那假如说我们看不见的畜生道，他们没有人类宠爱啊，要自己去讨食，苦不苦？那假如说我们在看到有一些弱肉强食啊，很强壮的追着那个小动物吃啊，苦不苦？哦，那个要生存都很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别之相，所有相的苦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哦，我们光能够理解的哦，最亲近的哦，这一些畜生道啊，就已经有程度上很大的不同。那不要说哦，地狱道、恶鬼道，那更是苦啊！哎，光形容。肚子很饿很大，喉咙很小，吃不进去东西呀、啊，光想象就苦了。腹肚真枵啦，吃袂落的物件，怎么样？苦不苦？哎，真的就很苦。这个想象啊，用想象就好，已经很苦了。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真正的你到达那个苦道是什么样，才真的叫苦道？大概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到复健哦，医院里面的复健科啊去看，看那一些哦，已经离开我们正常人的状态啊，哎，那个就可以看到一些苦呈现。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哦，它都很苦啦。对不对？哦，有时候啊，你看我们要绑个鞋带，容不容易？我们绑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你进到复健科，你看他绑鞋带啊，容不容易？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他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那一种苦啊，不是。哦，没有遭遇的人可以体会的啦，都是要你本身遭遇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哦，竟然这个哦，一点点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到、达到，哦，很苦，哎，可是这个都又比不上哦那个善恶道，哎，所以要了解到，有时候佛在讲，因为他看得宽广。哦，知道啊，所有各领域啊不同的状态啊，他都可以说得出来。可是我们众生啊，能够接近啊，哦，就很狭隘的范围，没有办法说哦，哎，知道的很宽广。哦，尤其啊，哦，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三恶道的状况。啊，佛他知道啊，哦，不止三恶道，连无间地狱他都可以知道。哦。而且啊，变成哦粉碎的脸啊，哎，那一些蚂蚁啊、蚊虫啊，他都知道。那我们看到蚊虫哦、蚂蚁啊，蚊虫、蚂蚁会不会苦啊？等一下说，我又不是蚊虫、蚂蚁，我怎么知道它苦不苦啊？可是啊，我们光想象哦。他要集灵，要把那个灵啊能够集中啊，竟然要经过那么久，哦，经过几个阿僧底劫啊，一个还没忘了，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啊，哦，我们灵已经粉碎了，粉碎以后出哦出生转世啊，蚂蚁啊，哦，蚊虫，然后啊要全部哦去出生的拢死了了。啊，这也吉灵啦，啊，他去出生的吼，早一点出生的死亡了啦，晚点出生才出生，
啊，永远都拢伫个吼，诶，有诶已经出生，有诶已经死亡，啊，伫迄个吼，无法度拢完全全部拢已经死亡，死光光了，死光光才能够集灵啦。各位先生，什么时候可以集灵？我们集灵都不感到幸福啊！啊，那一些吼、哦、蚂蚁啊，吼、哦、蚊子啊，吼、哦、他们能够集灵的话，怎么样？幸不幸福？都不可想象了吼、哦！所以我们要惜福，要知道哦，哦，我们已经哦得到最好的。十方之佛人道修成、哦、都从人道、啊、修成佛的，那我们现在有人的身体，我们可以成佛，愿不愿意、啊、就看我们、哦、我们假如说有那个决心，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啊哦、像六祖那样，哪会不成，一定成的，我们都是、哦、有啦，有想要做佛啦，但是凡世间我嘛爱去小佚佗诶，吼、哦、啊凡世间吼嘛爱去吼小过咧，诶、欸、啊钱爱去小贪咧，哦都这个样子啦，啊所以都把那个修道呢，哦没有看得很哦这个注重，诶、欸、啊这个上天回报很诚实啦，你不看重吼、哦、他也不看重啦。啊，你成不成佛、哦、他也不会寄望。后来你更幸福啦，啊，你买了你卖幸福啦，伊拢袂安呢，要不要都在你。哦，你努力了，他阻挡不了。哦，你不努力了，他拉不了，他要把你拉到成道成佛也拉不来。哦，所以一定都是自己呀、啊，都全部在我们自己呀、啊。哦，要不要？要的话努力哦，那你不要呢就不用收哦。所以我们了解哦，说这一种啊，这个讲出来的这个理呀、啊，哦，就是很宽广。知哦，知戒者啊，哦，明之为分。哦，一名为性，一名、哦、为苦，是名中智。那知色坏相啊，哦，是名中智。哦，知受觉相啊，哦，知取想取相，知行作相，知是分别相，哦，知爱因相，能生五阴，知灭烦恼，知是道相。能离烦恼，知是地者，一切行无常之法无我，涅槃即灭、哦、是第一义，凡此种种皆名中智、哦、那个还是中智而已 哦, 哦、啊、你看这一些、啊、我平常也都没有、哦、接近、啊哦、色坏相、哦、受觉相、哦、想取相，知行作相，知是分别，知爱因缘、哦、能生五阴，知昧烦恼、哦、知是道相，能离烦恼，知是地者、哦、一切行无常之法无我，涅槃即灭、哦、是第一义，凡此种种、啊、皆名中智、哦、他呢还没有到很高。那么知第一义啊，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哦，是名上智哦。那个第一义啊，已经哦知道无量无边哦，不可称计了，哎，才叫啊这个上智。如是等哦，上智之义啊，我以彼经啊，亦不收之哦。所以佛哦，他也都哦不讲。那么尔时闻师施利白佛言：世尊、哦、所说四谛、啊、第一义谛，其义、啊、允何、哦、这个闻师菩萨呢、哦、他是智慧第一啦、哦啊、他就问佛说，我们说呢四谛、哦、在凡尘用的，以及、啊、第一义谛、啊哦、要成就的，那么义理、啊、是怎么样、哦、世尊，
地狱中啊有四地部，四地之中有地狱部。哦，这个地狱啊跟四地啊，哦，他们有没有交涉？哦，里面呢有没有互相包含？如其有者啊，即是一地；如其无者啊，将非如来希望说也。哦，所以这个啊，哦，文师呢，这个讲出来以后啊，哦，都是啊，这个有智慧。哦，所有的话，哦，四地跟第一地啊，就是合在一起是一地。那无的话，如其无的话，将为如来虚妄说也。哦，就如来讲出来，哦，没有实相，哦，虚妄说。那么佛呢，他就回答说：“善男子，四地者啊，即第一地。哦，这个我们凡尘用的啊，哦，跟呢成就的第一地啊，哦，它是呢一样，哦，即，哦，第一地。”哦，那么底下呢，这个文师又说：“师尊，若尔者啊，则无二地。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有哦四地啊跟第一地。”那么佛哦就回答说：“善男子，有善方便啊，随顺众生，说有二地。”哦，这个善方便呐，啊，哎，就是哦这个方便法门。哦，要随顺的众生啊，就说有二地，哦，就是四地啊，跟第一地。若随言说啊，则有两种，哦，一则四法，二则呢出四法，哦，一个呢是在凡尘用的，哦，四法，一个呢是要离开苦海的出四法，哦，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啊，名第一地。那么世人知者啊，名为四谛。五音和合哦，称名摩甲哦。凡夫众生啊，随其所称啊，是名四谛。哦，这个五音和合啊，就是咧讲咱的身躯啦。哦，啊，即嘛称名摩甲，咱的即嘛身躯五音和合了。哦，我叫刘芳春。称名某甲，咱一定在咧讲这称名某甲，唔在虾米啊？这样了解吗？了解，了解哈，哦，就是有一个名字啦，哦。那么凡夫众生啊，随其所称，是名四谛，哦。随着我们众生所称的叫四谛。那么解因啊，无有哦，某甲名字，就是我们把那个五音解开。哦，我们呢解开五蕴以后，色受想行识啊，哦，那个哦魔甲名字啊，哦离因亦无，啊本来的魔啊，那有这个无啦，哦无甲无这个人啦，啊，哦出世之人哦如其性相啊，而能知之啊，名第一地，安尼知影无？唔知啊。哦，无采我讲到为我家己辛苦来啊，讲。所以啊，解因呢，无有魔甲名字，就是吼，哦，在这个色受想行识内底啊，哦，无这个刘芳春呐，哦啊，离因亦无啊，离开这个因吼，哦，无因嘛无，嘛无刘芳春，哦，无甲名字，就是无这个刘芳春的名啦。哦啊，出世之人已经离开凡世间啦。哦，如其性相，哦，伊的形，伊的形象，啊，能知之啊，能够知道，叫做第一谛。安尼了解无？了解。够不够详细？很详细哦。哎，就是这个样子哦。这个解因无因呐，啊，这个解开因了以后啊，无啦，无这个人。哦，啊，离开因嘛，无这个人。或富有华，有名哦，有实；或富有华，有名无实。哦，有名无实者啊，即是四谛。哦，干那有名啊，无迄个实在，还有这四谛，我们凡尘用的。那么有名有实者啊，哦，是第一谛。哦，有名有实啊。
那个就是第一义，如我众生寿命之见，养育丈夫作则受则，乐食之宴，浅答不成，龟毛兔脚，显佛之人，知因介入，是名四谛。所以佛又详细的说了，所以在家和这个道理我们就要了解，如我就是我众生就是啊，足济众生众缘拢集做伙生出来，啊有寿命，啊拢伫凡世间，啊有知见，有养育，然后啊有丈夫，有作者，有受者啊，这拢做假啦，拢无真诶，无实在，有名有名无实啦，知道吗？然后乐食之宴啊，迄只嘛火咧烧哦，你看顶头火顶头拢有迄、一个安尼形啦，迄倒来去现场看看到迄个火顶头有个宴，那个这个很难去讲得出来，可是你看了你就知道乐食宴浅大不成啊，就是化成啊。变化的那个城市啊，这个鱼呀、阴鱼呀、形成的那个什么城市什么楼，那一种化成，然后龟毛兔脚，龟有没有毛？兔有没有脚？所以叫有名无实啦，干那有名无迄落实在的物件。啊，显火之人，你火即马北咧个海，变做一个鱼壳啊，迄火鱼壳啊造出来有无？迄真假？火是鱼壳啊未？会不会？可是假如说我们把那个佛然后绑着然后把它甩的一个圆圈以后它有没有形成一个旋火轮？有没有啊？它是真的假的？假的啦，有名无实啦，那个旋火轮啦，你看起来像有啊，其实没啦那么知音戒路啊那个音五音戒呢这个十八戒路啊这个十二路就是无啦，即个拢无。但是咱凡世间用拢有啦，凡尘用都有，可是它实际也没有。这个呢叫四谛凡尘来用。那么苦集灭道名第一义谛那个苦集受苦现象，然后为什么受苦？就是集了很多原因然后才受苦。然后灭极灭就是到佛菩萨程度叫极灭要到极灭要修道所谓苦极灭道，这个呢叫做第一义谛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么四法有五种一则名四，二则具四，三则虎视，四则法视，五则执着视，所以啊，你看色，世间法有五种啦，那么第一个名视，第二个局视，第三个虎视，第四个法视，第五个执着视，那么允和，名视，第一个名视。男女平于车胜屋舍如是等物是名名士就是我们有男女这个人有那个热水瓶，有衣服，有车子可以坐然后有房子可以住，这个呢叫做名士。那么允和叫具士这个四具一具如是等具是名具士那四四句合作会这一个句语这个句语叫做具士那允和虎士这个卷和这个续结合掌是名虎士，
拢个下下做伙，拢个白白咧，哦，结结做伙，安尼好做福事。那么云何法事啊？哦，如哦这个名垂真言，哦古界边吹被哦这个知识是名法事啊。哎，这个哎弄哎，好难怎样时间呐、啊？哦，三更搞啊吼，爱怕过弄了。因何执着事？哦，如哦眼望哦望望言人有染衣者生哦想执着言是哦说门哦非婆罗门哦，这个看到很有人啊，一穿的衫哦都乌的哦啊，这个是咧修道的啦哦啊，不是婆罗门。然后见有结绳啊，配横配啊身上。变生念缘、哦、是婆罗门、哦、有结绳哦，配在身躯啊，这婆罗门不是沙门哦，是名呢执着事哦，会有执着。如是名为五种事法。若有众生呢，以如是等五种生哦事法，心呢无颠倒，如实而知啊，哦，是名第一地。善男子哦，若烧若割，若食若坏，是名四谛哦。噶修噶挂，诶，细也派，还有这四谛，无烧无割，无食无坏啊，是名第一谛哦。这安尼卡啊，有一个纲要了哦，记开条。那么有八苦相哦，名为四谛。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爱别离，无怨憎会，无求不得，无五阴无圣阴啊，是名第一谛哦，拢无，无生无老，无病无死啊，哦啊，拢无八苦拢无。譬如一人啊，哦，多有所能哦，其若其着食啊，哦，是名着者哦，若收益食啊，是名益者。哦，啊，若饮食者，是名食者；哦，若制财木啊，是名工匠；哦，这个断金银石啊，言金银师。如是一人啊，有多名子，法亦如是。哦，这个人也样做足侪行诶，啊，讲出来就足侪名啦。哦，那法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呢是一而有多名。哦，实在是一个，但是名有足济啦。哦，一因父母和合而生，名为四谛；十二因缘和合生者，名第一谛。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一出来的呢，哦，就不同。我们剩下呢还有20分钟，今天说有9个问题啦，要我留多一点时间。哦，请问姚讲师，我们摩诃恩师在法会当中有帮忙道歉、排解冤结的事，那请问刘讲师是了即业障本来空，为何还有冤结呢？啊，因为他还没了，所以啊，他还没了，还需还宿债。啊，那个了即业障本来空啊，就是已经非常透彻了，哦，透彻真理。啊，因为我们已经透彻到真理，就是已经哦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你回到佛性本体呀、啊，哦，所有的业障啊。都沾惹不上，业障本体无法度吼去调伫个咱的佛性本体啦，所以那个叫了，了就是透彻了解啦。你透彻了解到佛性本体，所有的业障都消失啦。啊，未了，你还没有了解到哦佛性本体，还需还宿债。你的宿债，你的因果还是要还呐、啊，这样了解吗？哎，那个哈、哦，永嘉大师正道歌啦，这一句呀、啊，哎，就在永嘉大师正道歌。我们后面呢、哦，有那个书啊，永嘉大师正道歌哈、
还有、哦、希望各位能够、哦、拿回去看他的几个句子、哦、像说一句了然超百亿，万两黄金亦值得，就是说、哦、你能够听到超然，一句超然、哦、已经超过百亿了，价值啊超过百亿，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有那个句子，有那个文言文字啊，可以有这么高的、哦、那个价值在、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哦啊、这个、哦、了解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还宿债，也是永嘉大师说出来的。他说你了了，了了透彻知道了，你透彻知道已经全部进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进入佛性本体哪有业障，业障、哦、都沾惹不上、啊、所以没有了，所以那个已经就是业障本来空了，没有了。可是你未了，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还需还宿债，你欠了多少就要还多少，是这样啊，啊，咱都也未了嘞，讲哦，我那也都已经吼、哦、在研究啊，那也个遮济了，吼、哦、挫折，吼、哦、困难，啊，拢会个来找我，迄得爱吼，自焚机无业，莫怨太阳偏，家己都拢无认真啊，要安那讲哦，老师都拢甲我摆解是安那个遮济业，这样回答了没？没有三心四相，那想到说在现象当中，例如我们专一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很大的声音，如放烟火冲天炮，或是别人突然叫我们的名字，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身体现象会突然吓一跳，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是吗？这个、哦、我们都时常、哦、会遇到了，因为假如说我们很专注在做某件事的时候 啊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时候有人会叫我，或是有什么声响突然发生，可是那个时候突然这个状况发生，我们就会吓到。所以、哦、各位就是要了解到，你看我们的佛性啊，虽然说我们是把它局限在身上，可是啊，他平常都已经哦延伸到身体外面了，已经在了呀、啊，所以那个突然来的出声响，已经哦惊吓到我们。我们很笃定的时候啊，不知道说哦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啊，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现象去延伸了解，说佛性不局限在身体。哦、不局限在身体里面，它一样延伸到外面、哦、延伸到外面、啊、才会使你受到惊吓、哦啊、你把它、哦、假如说你把它再延伸，它呢可以到整个虚空。那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会受到惊吓，那个是我们的、哦、自我意识、啊、太强，我相、啊、太强，然后啊，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培养，所以才、哦、才有那个现象产生。那假如说你都已经、哦、培养了整个啊、哦、这个宇宙虚空啊都是你的佛性，你还会受到惊吓吗？那个就不会了啦、哦、已经整个宇宙虚空啊、哦、全部都是、哦、全部都是你的佛性、哦、就不会。可是那个是我们修的一个正念，所以你的佛性、啊、已经离开你的身体，你才会受到惊吓。不是说鼓励啦，而是说、哦、已经呢、哦、他能够离开身体、啊、他问、哦、把那个问题把它、哦、连在一起讲三宝的时候、啊、说没有三心、啊、三世就摄受不住，跟我们在哦，这个受到惊吓，它是两回事啦、
不是合在一起的、哦、我们已经没有三心，过去世啊色受我们不住，现在是未来是一样色受我们不住啊，就不会六道轮回啊。我们要了解我们有三心啊，就会被三世色受啊，三世都把我们吸不掉，过去世也有我，未来世也有我，现在世也有我，我们就自然六道轮回啊。你三世都没有，三世啊色受你不住，把你吸不掉啦，所以你就没六道轮回。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哦、可是我们生活之中啊，我们都会有三心，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我们都会有，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跟三世结缘啊。你说哦，三世都不要把我摄受，想得美。好了没？那请问梁讲师可以再次解说觉观出思维，还有再次讲解《金刚经》二十二遍里面详解的无觉无观，请刘讲师讲解一下。哦，那个觉观出思维哦，那是在《楞严经》里面呐、啊，那或许在耳根圆通特别有把它提出来。说我们那个觉佛性本体，观佛性作用，那佛性的本体佛性的作用超出我们的思想，超出我们的身体。或许就讲你晚上在睡觉，然后家人把你叫起来说朋友来找你起来，他没有摸到你的身体，只有用话讲某某人起来有朋友来找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你的那个觉观啊。那个时候你在睡觉绝对不会说我等下朋友会来，我准备要起来，那都没啦，你都睡不去啊，对吧？你一定就全放心睡啊。啊，可是家人叫你的时候你怎么会醒过来？那就是、哦、你的觉观超出你的思维，你的那个身躯的思想哦，都到达不了了啊！可是佛性就到得了哦，他一叫了以后，哎，你就醒过来，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佛性就有这么奥妙，哎呀、啊，都显得哦，都在困啊啊，厝的人也无搞啊，好摇啊，年轻的哦要摇啦。年轻的你用叫袂醒啦，爱甲摇哦。连那个哪卡接回吼，哎摇嘛摇袂醒，爱甲伊贴袂住耶，他就醒过来了。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年岁大了，哪要你一讲了，马上知道哦。虽然说没有心理准备，可是你就马上反应，那个就是觉观出思维。我们的觉跟观啊，超出我们的思想范围，哦，很灵敏的啊！你一定自己本身哦要有经验呐、啊，你经验过后啊，有影那才奥妙哦。厝的人也无搞我哦，目到辛苦啊，我醒啦哦，干那叫鸟我都会起来哦。那个就是很灵敏的，我们佛性哦在发生作用。哦、有本体啊，有作用啊，都整个呈现啊。所以啊、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问的程度已经很高了啦，无觉无观，因为你有觉有观啊，就在能守啊，有能守就有生灭啊，有生灭啊我们不追求，因为生灭就是六道轮回啊。你无觉无观，没有生灭就没有、哦、六道轮回，就已经、啊、在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无觉无观，那很高的呢、哦、我问到这么高叫我那么认真修。请问梁讲师，一子禅的高慢是不是要我们看他所表现当下是什么，而当下我们的心没有起分别心，也没有对待，就像刘讲师说的是看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就
就如刘讲师有举例过一个生理公案，那个修行人回头的当下没有起分别对待，那就留如刘讲师所说的是谁听到的？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哦，他已经把那个两个合在一起问了。我们就是了解那个一指禅，就是啊，我们了解说很多的公案呐，他只有讲没有答案呐。那或许说那个领悟很困难，我直接就讲了所以啊，就那个啊，就是人家就问他什么是道啊，他都用这样来回答了。什么是道啊？所以被人家称一指禅呐、啊，都一路敢问伊讲，先冇做道，一定甲你讲安尼啦。嘿，阿们家讲我做一指禅，然后或许说那个表现这个啊，跟那个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一样的意思啦。哦，人天百万呐、啊、莫诸所错，是咧创啥？讲道理唔讲啊，一粒花天天嘛咧练，大家拢唔知咧创啥啦。哎，假设啊，唔知破颜微笑啊，都是安尼哦。所以那个一指禅跟这个拈花微笑，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啊，他在拈花的时候啊，什么人看到拈花？什么人看到？就是我们那个主人呐、啊，咱的佛性本体，咱看到，啊，迄、那个看到，伊都佛佛要用这个家里的迄个佛性印出来，讲你看到迄个改请出来，所以那个大家是他才破颜微笑，啊，佛就讲啊，讲无有正法掩藏，哦，正法掩藏，你看咱求得咱就知影，哦，正法去藏伫遐啦，哦，啊，然后涅槃妙心。实相 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护持摩诃迦摄，就是把这个讲出来，哦，说我们的正法，就是藏在那里，哦，藏在那里。咱求道怎样，都是在讲黑啊，哦啊，那个涅槃，哦，不生不灭啊，哦，妙心，很微妙的心，实相。哦、不会变化的相，实相无相，微妙的法门，不立文字，没有文字啦，教外别传，护之摩诃迦摄，跟那个、哦、是一样的。什么是道？这个啦，你看到啊，对不？这个就是道啦，是你看到的，好、哦，不是这个啦，不要跑到那个手指啦，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就可以，你看到的。哦，啊，佮讲伫个，哦，迄、那个，迄黄道诶，吼、哦，你看伊拢甲问题夹夹做伙，我回答都爱甲分开。嘿吼、哦，伊即马去黄道来甲主持讲，讲你甲我讲道，你若唔知影，我要过来别位坐。啊，迄、那个主持拢唔插伊啦，啊，唔插伊时阵吼，伊想讲啊，你、這个主持唔捌，伊就准备要行，吼、哦、要。往回头走了，他就吼、哦、主持的讲舍离，舍离吼、哦、是阿遮离啦，是一个魁梵师啦，啊就是修道人的意思啦，啊他就回头，他听到吼、哦、那个主持啊在讲话，伊就回头，啊迄、那个主持的甲讲是什么？你为什么回？迄、那个问题就是讲你是安那那会回头啦？迄什么人回头？是不是家己的佛性？啊，就是要让你这个出来啦，这个佛性出来，安尼才是答案啦。啊，伊安尼夹夹做伙问吼，看要哪问有。好，再问。可以解释一下三花聚顶五气超远吗？哦，那个我们不是已经之前有解说过了吗？三花吼、哦，精气神呐、啊。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哦，那个啊，我们那个精气神哦，都消耗，啊，都消耗哦。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水里的莲花，火里栽了，哦，都是啊，很不容易。啊，所以哈、啊，我们要回光返照，
把我们外放的精神啊都收回来，然后我们精神一收回来以后，我们能量没有消耗，能量没有消耗，让它能够集中，三花精气神集中，安尼样没？三花聚点，五气呀、啊，就是我们五脏之气呀、啊，能够呢，朝元都回归到它的本源，安尼样没？哎呀，咱拢该消耗，阿拢嘛唔知呀，不知不觉就消耗掉了。还有吗？还有，请问人魂是什么状态？跟灵魂出窍一样吗？人魂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六道了，天道人道，然后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那灵魂出窍，灵魂出窍，咱都会过顿来啊，那也去轮回。那个轮回要了解到，那个已经业业那个啥，业已经在推了。所以咱台湾人讲哦，做贵心；咱啊死讲哦，做贵心。无死啦，人未死呀吼，身躯死吼，灵魂未死啦。啊，所以吼，迄个贵一个心搁出来吼，搁有一个形象出来，他已经又出来了，贵心贵心。所以啊，咱吼也搁伫咧贵心啦，贵噶吼，看什么时阵有法度登个无极里天吼，才无贵心啦。啊，拢伫咧贵心贵心，所以啊，咱得爱知影讲，即马有辛苦啊，就好修，有法度互咱回归到佛的本位，拢有法度做佛。啊，咱若无认真修的时阵，真紧啊，一世人就过去啊。所以灵魂出。灵魂出窍加迄个六道轮回，它是两个角度啦，完全不同。不能把那个灵魂出窍讲做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都死呀，死伫咧咧找看要过去倒一道。你灵魂出窍会倒来啊？你若准有学迄个神通灵魂出窍，你敢袂倒来？袂倒来，迄都爱提一袋啊咧。他记了，时间到。他说，一般第六感都很准，但是平常的时候第六感却是相反的，但是在当下或者是紧急却很准，这个是什么原因？那个他就是还没到啊，预先预先去想象自己的那个状态了，本来的无啦。啊，都假有啦！啊，假有讲哦，我有第六感，啊，结果哪会拢无，哪会拢无同，甲伊拄到的完全都无同。所以那个叫做想象，跟现实啊有落差。啊，所以我们修道啊，不要落入想象，想象是妄，不是真，所以我们就是要真，不是要妄。你若讲想象，讲我有第六感。因为佛学有讲，你起发佛性以后，会有敏感的第六感啊，那个是实实在在哦。你今天遇到什么代志，有什么人，你拢会知影，那个才是，不是用想的啦。啊，伊这拢用想的，我听到伊问问题，我知讲这用想的，安尼不可以。